第二题，电中性物体经摩擦而带正电时，有关此物体带正电的成因，下列何者叙述正确？这边会带正电的原因，就跟我们八年级学到离子带电的原因一样，失电子的会带正电，得电子的会带负电，跟质子是没有关系的，质子在正常情况下并不会得到或失去。所以第二题问我们说，下列何者叙述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电子数减少。